我哋細路仔喺上水風街學讀書咧，經常出嚟上水圈周圍行嘅。就原來日本仔咧，就叫廖向爵揾班青年出嚟幫佢做慶茶，慶茶即係漢奸咁之類啦，即係做密探。咁咧就結果咧，廖向爵咧介紹啲兄弟咧，有十幾人咧，即係同佢喺區所街，喺上水區所街，而家叫做新港街，就做過咧。上水區區日所辦事處，就係一個日本人喺嗰度，其他咧就用我哋啲嗰啲土人就維持治安。嗰啲村民咧根本上好多自己人都唔想講咁多嘢嘅，日本仔信唔過，就請到女叫小曾，一個日本仔叫做小曾。小曾咧就招到兩個漢奸，一個叫做黃貴。一個叫做釘眼金水、廚金水，就兩個。呢兩個人咧就橫行霸道噶啦，啊，係人都打嘅，又乜嘢都啱嘅，搶得啊搶，要得啊要。咁結果咧，嗰個位有個兄弟，有兩個兄弟，一個叫做廖水貴，一個叫做廖英球。兩個咧喺鄉下就擔當啲谷。就車口摸好啲米咧，就去賣一檔小販、米販。結果黃貴仔咧就賒咗佢20斤米，賒咗佢20斤米之後咧，咁啊好亂事啦，問佢攞錢啦，不單止唔俾錢，仲會俾打一懵嘅。咁廖向爵咧喺拘留所，因為日本仔有啲懷疑佢，即係唔係佢積極幫黃軍做事嘅故事咧，就請帶佢落去。元朗慶兵部調查佢，咁啊佢大佬就廖喜挺就去探望佢，探望佢先，俾扣留一個禮拜，嗰啲鬚到咁長，坐監坐到頭髮又長，咁啊廖向爵咧就俾佢斬頭，即係話佢唔合作，就大大話上水死咗四個人係冤枉，日本嘢咁樣對我啲人唔啱啊，係咪啊？咁我自己咧睇埋我都唔聲啦。